在做什么好吃的呀？我来煮一个酥肉汤。哎呀妈呀，闻到香味了，好馋啊！闻到了吧？闻到了。一会儿就开始吃饭喽。好的，好的，辛苦了，宝宝。不辛苦，为你服务应该的。哎呀，这么贤惠。怎么样啊？尝尝，好吃吗？嗯，相当好吃。就是有点冷，然后吃点热乎的东西。嗯，是的，就喝点汤，全身暖和。嗯。我今天看那个网友评论呀，说那个咱们说你成都那套房子买的是专门为前女友买的是吗？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啊？说你不是为了工作而买的房，你是为了在这儿结婚为前女友而买的房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真没有啊，真没有。那个那套房子平时。买了之后就我一个人住的，然后呢是我爸他偶尔去成都开会的时候会在那住一下，就是几乎平时就没人在那，几乎，所以说不存在前女友什么的。好像这次我去那儿这几天好像没有看到有女生居住的痕迹肯定没有，那边就是我爸妈去过，然后就再没人去过了，是吗？对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感觉你应该也不会骗我了。我这事儿肯定不骗你，这事儿。那你真的是为了工作而买的房吗？对，因为当时其实买那个房子的时候，爸妈就说一边买一边当投资了。对，就为了当投资了呗。对，那正好有个地方住，正好有投资，所以说就是以后唯一有女生就是你。给我男朋友拿一个猕猴桃犒劳一下他。最近那么辛苦，在加班，一个猕猴桃。哇，谢谢哦。干嘛？哎，哇，这么甜的吗？今天？哎呀。哎呀，我以为你甜到了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累不累啊？那不累了，瞬间就不累了。在加班吧。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今晚上？嗯。开始弄吧。咱们简单吃点呗。好嘞。你顺义有什么想吃的吗？那就煮个汤。煮个汤，然后弄点米饭。好嘞。弄个菜。行吗？没问题。嗯。我太甜了，我就真的得再抱一下。哎呦喂，你咋的了？这是被你甜到了呗？是吗？我问你，西哥爸爸，你说咱们如果我要有孩子之后，我要做家庭主妇了，你会嫌弃我吗？这有什么好嫌弃的啊？就是不上班了，然后就在家带孩子。没关系啊，家里面外面的事儿都包我身上啊。开心了。必须的。嗯。人家说男字怎么写？不就是一个田一个力，都下地干活的，得给家里奔钱呀。放心吧，包我了。嗯，好的。我还是超级开心。是吧？嗯。必须的。隔空亲你一下，主要我嘴上都是油，我嘴上也是油，是吧？给你们看一下我男朋友啊，在干什么？不要拍我，怎么可能没拍我？我不相信。你们看看他躺在沙发上面。不是，你是在拍还是在直播？在拍呀。等会儿这边剪了。不剪不剪不剪，咦。好坏，我不出来了。哎，讨厌，讨厌，我不出来了。给你看我男朋友这形象，哎，我天呀！没拍了，没拍了，不拍你了，我走了。给你看我男朋友，你这他这个形象，你跟大粽子似的，往这儿一裹，盖着那么大厚的被子。我们都不拍了，我还没拍完呢。就是有我是发现了哈，就是好像男生跟你谈恋爱之后的形象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了。现在我男朋友觉得都不在乎形象了，他说他今天特别困特别累，然后就回来就开始在那躺着了。我在想他有屋不睡，然后偏偏在沙发躺着干嘛？不是想改书房吗？你往边上改。What?今天小南打算找一件我那个毛衣，然后因为我明天想穿一件，那个是前两天我买的，然后它这块是露肩的，我觉得特别好看。我找完了，我想就是穿一下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看看好不好看。找找柜子里边，然后新买的那个露肩那个，没看到啊？没看到吗？没有啊。我跟你们说，肯定是我男朋友藏起来了。
怎么可能没看到？我的毛衣去哪儿里了？我真没看到。怎么可能？哎呦，你这眼睛这，你这看穿真相的眼神啊！我那毛衣是不是你被你藏起来了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肯定是你藏起来了，你就是不允许我穿那种露的那衣服。那哎，人家俩肩露上，哎，那让人都瞧见了，我亏了。你隔着我，你隔着我干嘛呀？还不碰你，反正不能穿啊，那露太多了。对，你真讨厌，那不行，你快给我找出来，我明天给我穿。不行，不能穿那个。你就看你这样多好，这个啊，挡得严严实实的，出门我放心啊。哎呦我天！哎呦我天呀，我男朋友什么人呀、啊？这是。哎，毛绒玩具就捂得肚子这儿了，就特别难受，就是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不舒服，正好赶上。今天还特别的冷，然后穿的还少了，嗯。怎么了？哎呦，不舒服。哎呦，这小脸都白了。嗯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呢？啊，明白。等我一下啊。嗯。哎，我发现真的是女生啊。好，觉得好辛苦，不舒服那几天呢，还要上班儿。你给我拿件啥来了？你把我的就穿上吧。哎，把你这个睡衣、大袍子都给我拿下来了。别嫌弃，别嫌弃，来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点儿呗？哎呀妈，你这个可真厚啊，厚实。对，这是我冬天最冷的时候穿的。嗯，把它抱着吧。嗯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干嘛去啊？干嘛去啊？我稍等，你知道该干嘛。给你们看一眼我男朋友在干嘛。没有，马上就好。煮了点红糖水，放点姜丝。好的。嗯，好了，去休息了。嗯，好。去那坐着吧。好。哎呀，我再窝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。啊，都弄完了吗？弄完了。哎呀，我可怜劲儿了，你行不行？啊！哎呦天，你别撒我一身哦！不会不会。好甜呀！放多了。嗯。那我下次注意量吧，这也没啥经验。挑战叫错女朋友名字。娜娜，你在干嘛？给我吃口桃酥呀。哪尼？娜娜。哎，娜娜是谁呀？啊，我说是喂我一口桃酥。什么喂你一口桃酥？你明明刚才说是娜娜，娜跟那安南差得很远，好吗？娜娜是谁？快点跟我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要说了，我可能会原谅你哦。是谁？娜娜就是娜娜呀。好，你去找你的娜娜，然后看看她到底是有没有我好，有没有我温柔，有没有我漂亮。哎，等一下，送给你哦，我的小南。